家早上好，谢谢大家收看由生活杂志旗下的爱生活网页网站为大家呈现的一起度过财务难关面子书直播。我是 Andrew 洋葱头，然后呢创刊于1972年的三日刊新生活报已经转型为周刊网络上。新生活报在2016年创立了一个网站叫做爱生活 I like post， 记得去 like 和 follow 这个 page 跟 Facebook 哦。我叫 Andrew 洋葱头，那其实呢我是一个宠物爱好者，就是一个 pet lover 啦。那这个台今天那个抬头那个标题写着我是一个宠物达人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紧张。其实我不是什么宠物达人啦，其实我只能说在这个宠物领域的时候，我们领域之下呢，我们必须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嘛。那我希望我将我懂的我就是传达给你知道，那比如说你一些你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一起交流的。今天其实OK， 今天其实一点我都不寂寞，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小朋友陪着我。噔噔，这个就是他啦，来跟大家 say hi 一下。Hello， hello。好啦，这是我的狗狗。那其实 OK， 我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自己在家里可以自制宠物餐、宠物料理给你的狗狗吃。OK， 这个我的忘记介绍他，对不对？他叫帕坤，帕坤，他就是一个巴哥犬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在马来西亚里面呢，在不是说马来西亚吧，应该是说宠物业、宠物的这个领域，大家都会可能觉得，大部分给狗狗吃的，就是最普遍我们常见的，就是可能三，我们可以分为三个 category， 一个就是可能狗粮，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慢慢转变嘛，这个社会慢慢转变了嘛，那可能多一个选择，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叫做生食配方，叫做broth， 有这个选择。那其实还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鲜食料理啦，就是我手上这本书。这本书叫做《祖先食料理》。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问我，那么我的狗狗对哪一个选择是最好的？其实我只能说，没有最好的，只有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狗狗吃。那今天呢，我蛮推荐的这个东西，这本书是我蛮推荐的。然后这本书是，你看，它写个《宠物鲜食食谱》，然后这个书是在Popular应该我是觉得是可以讲。到的啦，对了，但是这本是我在台湾买回来的，这个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它有教你如何做鲜食。我相信这段期间里面，比如说这个限制令期间，大家都不能出去嘛。那我觉得最开心是谁，你懂吗？最开心的应该是我们家的狗狗，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家里陪它啊，在家里面陪它们嘛。然后呢，那个这个在家。你陪有长时间就可以陪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料理给他们吃，因为吃也是吃，你吃也是要吃的礼仪感、仪式感，对不对？当然不要整天就是可能你给他一些狗饼、一盘的东西给他吃，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的更精致一点，让狗狗可以吃。这本书是我蛮推荐的，可以放大给你看看这本书。然后里面它的有一个作者他写这个对吃的一些想法，那我大概念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可能呢，我讲话的时候会速度稍微比较快一点点，然后你们我尽量放缓我的速度来跟大家讲话。他说，饮食不是追求流行，而是一项在日常生活中孕育宝贵生命重要的任务。不论是对狗或者是对人而言，日常饮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吃要吃得好，住要住得好，睡要睡得好，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吃了。那今天其实我一个人有点忙，因为我要开始准备这些材料，然后跟大家讲解那个材料的东西，然后又要煮又要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镜头可能会切换。我这里可能有一些食谱，等下我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食谱的一些功效。然后等下我要切，然后等下我要去煮，所以我那个可能画面可能会比较跳脱一点点，所以请你大家尽量一下啦。然后我这个时间，因为我的镜头嘛比较远一点点，所以基本上我是看不到大家的留言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想发问一些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欢迎你们就是可能先留言，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今天我的那个制作过程啊，或者是你想问一下，比如说狗狗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对，我忘记跟大家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啊，我们人类级的东西，就是我们人能够吃的东西，
狗狗并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可以吃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会导致狗狗致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大家都懂的，我不能说大家都懂，因为可能有一些新手还没有正式养宠物的，他们可能比较陌生。那比如说最致命的是什么呢？大家想想，没人会用吗？大家其实最致命的就是可能就是首要致命的就是洋葱，洋葱其实会让狗狗可能会中毒，再来就是巧克力。这些其实你们平时可能吃，可能吃的好，很美味。但是可能狗狗在旁边的时候，你想给它一颗，真的是有一些人真的是不懂，他以为吃巧克力是没有事，其实吃巧克力真的会可能让它致命，可能它真的是会丧失了生命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吃我们要对非常的慎重选择吃的这个方面这样子。好，今天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工作台讲真的有一点高。然后我要爬上又爬下，我觉得挺高。然后其实现在开始呢，我就要进入我今天要教的一些东西了。今天我要教什么东西呢？有一点高，所以我要把那个镜头移过来一点点。OK， 好，你可以帮我再拿握着。好，我把我的镜头移，还好今天我的室友有在我的家，但是看不到我的头哦。OK， 大家看一看。今天我要教的就是汉堡排饭，就是 burger 肉餐饭啊，这样又很大，可能远一点吧。OK， 今天其实我们的食材其实都非常简单，可以找得到了，在你的外面的可能 supermarket 啊，附近的 NSK 都可以找到这种简单的食材。这种每一个食材都对狗狗非常有帮助，就是狗狗都是可以吃所有的食材的。首先我们看看先。OK， 我归为三个东西，我快速的跟大家讲一讲，可能大家可以截图，如果你想要截图的话，你可以定格在这里截图。我数五秒，你们可以截图啊，五、四、三、二、一，好，可以了。那如果截不完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食谱放在网上，大家分享一下了。OK， 我列出，我先看上部分上半段的东西来看。我们首先分为 SML， 什么叫做 SML 呢？S 就是 small, medium 跟 large， 就是看你的狗狗的体型小、中、大。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猪肉、有芋头、胡萝卜、白萝卜、花椰菜我们叫做 broccoli 啦，还有花椰菜，还有椰油，还有白饭。那其实这个分量里面呢，都是比如说你可以写，这些都是 gram 来的啊，都是属于 gram。比如说30 gram、45 gram、60 gram， 这些都是for 他们狗狗的体型去调配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会做大量的一个示范啦，因为我不可能做小小量啦，因为加上我的狗狗有很多只。OK， 现在来这里看看先。OK， 营养均衡的基本概念，我必须要让你们了解这基本的概念，就必须是什么东西先的。OK， 基本概念有四个元素，第一个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跟维生素，这四个是主要就是营养均衡基本的概念。所有的食材里面必须要包含这四个元素才算是营养均衡。那比如说简单的跟你讲，猪肉它是安个什么呢？猪肉它有蛋白质跟脂肪，所以它是属于好的一些东西，好的一个均衡，好的一个营养。那比如说芋头的话，芋头它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些总和来讲，这都是缺一不可的。那比如说，你只有蛋白质跟脂肪是不够的，就是单单你如果是你给，哎呀，我不够卡。如果你比如说单单给你狗狗吃肉是不够的，比如说你只是给它吃肉，它就没有那些比如说纤维啊、维生素的东西，都是不足够的。OK， 这些等一下我会跟你大家讲，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材料了。OK。再来看看这里做法啦，做法就快速带过就好了。做法只有分为四个步骤啊，说对不起，五个步骤。比如说，我们先将芋头去皮后，用冷水将黏物以大量的热水煮软，然后再把它趁热的时候把它拌黏掉，因为热的时候它变成黏黏这样子嘛。我们平时都有吃那个布布炸炸这样子，对不对？就会黏黏这样子，把它拌搅碎。再来胡萝卜跟。胡萝卜磨成泥后，和猪肉跟芋头一起搅拌成圆团，就是像那个 burger 肉那样子圆圆的。处理完上面的东西后，我们就是接下去就是处理，就是拿去煎的时候啦，拿去煎就是以慢火来煎2分钟，然后煎好过后，我们就可以摆盘，然
然后其实今天呢，我准备了一个胡萝卜跟花啊，胡萝卜跟白萝卜，其实这两个 carrot， 一个 carrot 我会只是拿来做装饰啦，然后因为只是上那个装饰而已。然后那个胡萝卜就是黄色的啊，橙色的 carrot， 我会拿去煮搅拌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是第五个，就是装饭，装上一个白饭，我们就可以享用了。话不多说，因为时间有限，我只有40分钟。其实真的是搞到我整个好像厨艺大赛这样子。首先呢，我先把这些东西都先准备好，因为，我必须要先 OK。首先，是这样子的，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是芋头啦。芋头，哎，我要移上一点。芋头当然是我们必须要先去皮吧。我们先，哎呀 ，OK， 这个是芋头，这个就是白萝卜，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花椰菜。这个是胡萝卜，就是 黄色萝卜，然后这个就是我选用的 coconut oil， 就是椰油啦。OK， 我怕有点不能专心啊，因为我又要切又要做这个做那个。首先，我们先将这个芋头跟白萝卜切块，然后芋头跟白萝卜我等下拿去穿烫它一点点啦。所以就是你们要发问的问题还是可以问的，只是我现在没办法回答到大家。Sorry， 我尽量会轻一点点啊。OK， 有人问我，其实可能你会想问的，那么其实如果我不要用芋头的话，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他的食材呢？其实可以的，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其实哦，因为我的工作台，我的水槽在那边，另外一个东西，我的那个炉都在另外一个角落，所以我必须要也去有点麻烦的。OK， 刚刚我讲的，如果不要用芋头的话，可以用什么？你可以选择用我那个番薯、马铃薯都是可以的，只要是黏黏的物体，只要是有那个碳水化合物 carbo 就 OK 了的。那今天呢，我其实那个分量我就没有完全做到完。首先就是将它去皮啦，有点丑啊，你们不要太过介意。去皮 ，OK。煮东西时候最重要什么呢？就是保持工作台的干净，不要学我这样子。你看，我尽量的啦，因为我的水槽在很远的地方。OK。首先，其实那个芋头你不需要切到太，我们不是那个花雕还是雕刻比赛，我们只是需要把它切小块，然后再把它拿去穿烫它，拿去烧一烧它，煮到它软为止。因为芋头啊，它是需要时间来煮软它，所以我必须先把它丢下去我的锅里面。当然，我的锅已经是预制好的啦。那边我亲爱的 housing 也可以帮我开那个火炉一下吗？因为我没有办法煮过去的。最简单来讲，就是你切成颗粒状就是 OK 了。因为最后的时候它成型的时候，你是要变成那个。芋头泥，如果它够软的话，那其实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泥。但是今天我觉得因为时间有一点点紧凑，所以呢，我等下如果它不够软的话，我会直接拿去 brand 它，因为我有 brand 的。那摄影的部分我就没有再用这个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胡萝卜。OK， 稍等一下啊。其实每一个材源那个材料都有它的功能性。那刚才我好像忽略了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如果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呢 ？OK， 狗狗吃芋头的好处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读一读，因为我怕等下我传达错误的信息。那如果是让狗狗吃芋头的话，它会比较帮助它容易消化，然后具有降低它的糖、血糖和胆固醇的功效。所以芋头对狗狗是有帮助的。但是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些人说，哎，是可能吃太多芋头不太好。其实真的对，那其实不管是吃什么，过多过量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适量。为什么才有这个食谱呢？这个分量呢？我们要大概拿捏一下。亲爱的 housemate， 你可不可以帮我拿去撒一撒它？这样子，你要开大火来撒啊？我去。
等一下我过去看就 OK 了。OK， 这个啊，你放上去就好了。然后这个胡萝卜呢，其实也是这个变成碎，好像我们平时吃蒜米那个碎，变成碎就 OK 了。有点献丑了，跟大家献丑了。我的刀工不好，我的刀工不好，加上这个工作台很低，然后我必须要站上来。尤其是现在我已经垫脚了，那如果没有垫脚的话，我大概是这样子，我现在已经把脚垫起来了，我尽量坐上来切好了。其实，在我们养宠物来说，我们要不停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很多的东西。啊，当然以前我什么都不会了，我连煮都不会煮。然后自从我只能说，我养了宠物过后，我学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啦。那因为可能都是因为想给狗狗吃最好的一个东西啦，所以我尝试做很多的料理给他们吃。哎，其实我菜刀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很有心样子，其实。不好意思啊，我的手有点手残，只能两个手这样子握，原谅我那里人。然后你会看到啊，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用心煮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的感受会不一样。这个尽量让它切成碎，切成片就 OK 了。也是一样，把这个切成碎，切成片过后，直接拿去穿烫它，拿去撒一撒，撒它就 OK 了。那我必须要加快我的速度。好，如果大概变成一个碎，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哦，在家你们平时都是给狗狗吃什么？我在想啊，应该会有6%-70%的人啊，都会讲，哎，我给我狗狗吃狗粮。其实狗粮没有不好啊，都是 OK 的。但其实我觉得狗粮它可以省去很多主人的时间，因为大家在忙着嘛，大家都在工作嘛。Housemate， 可不可以帮我去串烫一下，放旁边就好了 ？OK。然后，哎，对，刚刚我忘记跟大家讲，就是那个胡萝卜，我现在讲到胡萝卜了。OK， 刚刚我现在这个，哎呦，你看坏掉了，因为没有办法选择，因为现在啊，这个期间啊，买什么都难呢，我又不是很想要去外面买菜，因为尽量就是少外出嘛，所以啊，昨天我去买的时候，剩下的那个东西不多，所以我尽量都买比较新鲜的食材给大家。Okay， 我先讲一讲先，刚刚那个白萝卜跟这个胡萝卜的功效对狗狗什么帮助呢 ？OK， 其实如果让狗狗吃 carrot 的话，它就是有助于它的消化，就是有时候它消化不良，这个是有帮助它消化良好的。这个其实不需要切碎啊，我们需要切块。块状就 OK 了，头我就不要啦。OK， 大概就这样子，所以我全部放一旁先，我要的东西全部都倒顶在这里先。OK， 这个特别好，这个真的是对狗狗特别好。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蔬菜里面的模范生，这是非常好的。你在听我讲课是吧 ？OK， 为什么讲这个是蔬菜里面的模范生呢？因为我读一读先啦 ，OK， 它的维生素、它的矿物质是非常的高的，比起一般的蔬菜来讲，所以这是大部分的我们煮给狗狗吃的时候，我们都会放一些 broccoli 在里面。而这个 broccoli 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也是需要把它变成小块状，因为等一下，因为我的刀工没有很好，我没有把它，因为我现在做 burger 肉嘛，然后那个 burger 肉它是需要泥，需要很碎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切的方面的话，我是要耗我的时间，所以我就直接不切，因为我有更好的帮手来帮助我。OK， 猪肉，这个是我猪肉，这是昨天我去买的猪肉。这个猪肉呢，我选择了瘦肉，瘦肉啊。其实猪肉有分很多部分嘛，对不对？然后有分为瘦肉啊，分为肉眼，这个叫做肉眼，还有什么猪颈肉。其实呢，昨天我有大概我是比较其实建议可能可以用那个
那个什么猪颈肉，因为猪颈肉它有还有一点点少少的脂肪，其实动物的脂肪啊，对于狗狗来说是好的，这是好的脂肪，好的油来的，所以我是觉得是可以吃的。只是哦，因为那个油又有那个筋，那个它的筋在，所以呢，如果我要嚼的话会有点点难，所以我今天选择了用肉眼来做。还好最近那个肉我没有涨价到，很厉害。因为最近那个肉，我昨天我才买一斤咯，大概18块、19块左右吧，还买得到。好，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我就清一清场，保持。怎么你要吃了是吗？等一下，我等一下我说你吃。OK 啊，我现在已经将我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切好了。所以现在这个步骤我要快赶紧，就是将我的，我先离开画面一下下。OK， 现在我需要把它拌碎啊，就是把它 blend 成碎，越碎越好。所以呢，因为我这个肉啊，因为我是留在过后再 brand， 所以先 brand 我的这个东西吧。其实不是做叶配，不是把这个做叶配啊。那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因为它解决了我很多的烦恼。那它有很多个不同的 button。首先很简单，将你的这个全部拿去 brand 好就 OK 了，因为我不需要切。有一点点潮，但是我调一调先。是不是？你看，我要去噗一下就 OK 了。好，不过我真的是切到。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我觉得这个它解决了我很多做鲜食的烦恼。哎，我差点搞错地方。那其实我习惯了用手啦，但是因为在 left 嘛，用手又不好看嘛，所以用我的这个搅拌一下，搅出来。哦。忘了跟大家讲，其实，我是很爱做烘焙的。那其实本来今天我想要教大家做烘焙的，但是那个烘焙的时间有一点点久，所以呢，我就觉得直接煮的比较快。然后这个东西需要洗吗？其实是不需要洗的，因为过后我们把它搅拌在一起嘛，所以你要洗也可以。如果你要以那个美观来讲，你就洗一洗咯。那如果你不要洗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接下去使用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把它搅拌在一起。我们将我们的薄颗粒模范生放上去了，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好用。它有几个，我差一点就倒掉。它有几个末，然后它有绞肉啊、绞蒜米、ice cream、花生酱等等都可以做。你看啊，我只要按一按那个末。10秒就可以搞定，你看是不是很快哎？好，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这个一个碗来？还有吗？哎，那个长很久啊。啊，你可以帮我拿起来，直接帮我拿捞起来，可以给我了。其实有很多，因为今天呢，我的食谱里面有肉有菜，对于那些不爱吃菜的狗狗来说，这个哈，它肯定是会乖乖的吃的，因为我们狗那个东西拿去煎嘛。煎到都非常好吃，来，不然我不要等它，我直接把它放在这里。不要这个啊！你可以给我一个吗？谢谢。那个白色那个也是直接泡进去啊？对，帮我泡一泡就可以了。因为我不想一直移动我的画面，所以呢，我就叫我的室友帮忙我。其实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留言还是什么的，因为我现在是完全是看不到你们的东西的。室友，可不可以将那个芋头给我一下？
保持干净，这样才可以做。OK， 我们刚才拿去穿它的那个芋头已经好了，你看也冒着烟。哇，我现在突然想要吃不过这个、啊，但是、啊、这个芋头啊，他这边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汤匙 ？OK， 这个呢其实应该要煮久一点，它才可以变成泥，比较容易捏捏碎它。但是呢，今天我感觉因为时间有限，现在还有它，所以我就。啊，果然，你看，其实它没有这样泥，真的是正常的白色，但是没有这样泥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把它倒下去，我把它倒下去，它就可以直接拌成泥了。我这工作太干净了，我很紧张呀，我要拿捏那个时间。你看哦，看它还是很硬的哦。对不起，我忘记放这个下去，我忽略了这个地步，这个步骤 ，sorry。哇，还冒这烟，其实有点烫，有一点点烫。OK， 好，这个 OK。变成芋泥、芋头泥，哇，好黏啊！你怎样？你是要吃东西啊，是吗？我给你吃一点点。啊 ，good girl，OK，、okay, 好。其实我的狗狗他们都是非常爱吃的。然后你问我有没有给它吃其他东西，是有的、啊。以前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养宠物嘛，那我而且加上我的时间没有这样多，我还是有给它们吃狗饼的。到现在目前还是有养给它们吃狗饼。有时候因为我宠物有我家，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家有四只宠物，都是四只狗狗，都是狗狗来的。And then 我常常会换不同的东西给它们吃，所以它们不会说挑食，它们也不会说因为吃腻。有某个东西，而且不再吃，因为很多主人就说，哎，我的狗狗啊，它已经就是习惯了，挑食啊，就是不要吃狗饼啊，不要吃狗饼怎么办？还是挑食，所以就是你要花一点点心思，然后给它吃不同的，换不同的东西给它吃咯。这个我不够高、这个刚刚我的室友帮我去串汤了，这个是其实这个、它只是一个点缀，一个用途而已，它没有到发挥的功效。但是你可以把它，如果是你要不要浪费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加进那个食谱里，那个肉里面啦，都是 OK 的。还没有锁紧，可能刚才我放了太多的肉，所以我先把稍微把一些已经用好的拿出来一点点。我用手，我有洗手的哦。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有洗手的。OK， 你看这个非常，你看嘛，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肉泥的程度，看得到吗？那个泥，我整一些刚才比较大块的把它放上去，这是没有办法讲话。
不过你不是用那个大哥那个？这个 OK， 这个 OK， 我觉得这个就 OK， 不用那个，不用那个，我用这个，这个比较碎一点。OK， 我选择用这个了。OK， 大概打到就是，其实哦，在外面的时候，你买猪肉的时候，他如果你有要求，他帮你做的话，其实他也会帮你做。这个包你可以放旁边了，不要，不要，这些全部都不要了。哦，我今天有一个 assistant 帮我，那感激了，因为刚才还以为是他，我的室友他没有回来。OK 啊，先弄干净我的工作台是非常重要的。哎，刚才我跟你们讲嘛，其实你们买猪肉的时候，如果是你要求，就是那个人帮你切碎，搅成那个酱子的酱是 OK 的。但是我比较想自己做啦，因为加上今天是需要示范嘛，所以我是需要做。所以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将你的猪肉、米，加你的 broccoli， 还有你的那个白萝那个胡萝卜，还有你的芋头，什么搅在一起。所以其实你可以先将这个肉放这里，我想用这个，哎，这个比较大个一点，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开始加菜了。这些分量呢，我都是以我的果果的分量为主啦。你可以大概加去，你要加到完也可以，不要加到完也可以。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会用手捏，大概就是这样子捏。因为我也不可以不动，就是捏有那种满足感，就是让它拌在一起，简单的拌在一起就 OK 了。就你可以再加芋头。我上次有试过做的就是马铃薯，马铃薯也是 OK 的。马铃薯你可以用不同的卡布啦，你可以选择马铃薯、木薯，那些都是可以，只要碳水化合物就 OK， 都有的都 OK。 我今天做的分量比较大份了，那如果你们自己在家做的话，你们可能是不需要用到这样多的这样多的食材，可能就可以做小份。但是因为我可以放，我可以做多量，然后晚上他们还是可以吃，我可以煎好几次啊。捏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只是捏成肉饼，捏成那个形状就 OK 了。所以呢，现在它我这个食材里面它有一个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营养均衡的概念，基本概念是大概念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就是脂肪，所有的东西都全部都在里面了。哦，因为稍微提一提的，其实有一些狗狗啊，它们对于一些食材是敏感的，可能它们会过敏。啊，如果是你发现哪一个东西过敏的话，其实你可以是咨询你的兽医看看啦，哎，这个东西它是否是 OK 还是不 OK？ 因为兽医，因为必须有时候做了报告后，你必须要先看看兽医给你的意见讲解。OK 啦，大概捏成，噔噔，大概这样子 OK 了，这个就是我的汉堡肉的内馅啊，这个内馅其实可以完成，所以要捏要做成什么那个接下来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捏成 burger 的一点肮脏，我必须要把它抹干净，那是我的书造成的。大概你可以拿一坨，就是一小坨 sorry 看不到了，变成一小坨，大概就是一颗球状，大概这样子吧。如果你要厚一点就可以，只是厚的时候你要确保只在你煎的时候，你炸的时候会比较熟。OK， 变成圆状，然后你可以大概捏成圆形，好像肉饼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要多一点，就可以加多一点啦。有人问我这个东西，那天其实这个我。在今天跟大家做示范之前呢，我昨天我已经就是有做了好几次给大家给我的狗狗，给我的朋友的狗狗吃这个我的汉堡排饭。问我呢，如果这个东西大概它的难度有多少呢？其实我给如果是
难度五颗星来说，大概是 2.5， 其实真的是很简单，不难，但是我们要选对食材。噔噔 ，Housemate， 可不可以帮我去预热我的那个平底锅？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肉饼，这是我的汉堡肉，我先做两个吧。但是等下我因为我看那个时间，如果是现在几点我都看不到。如果是等下还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把它全部煎完。哇，那个手感很好。但是尽量就是不要给它太粘稠，反正我手是就是什么程度，就是到我的手没有粘到我手的程度就 OK 了。今天你们有肉肉吃啦！其实我也是一个宠物的 YouTuber 来的啦。然后我平时我发现到我在剪接那个 vlog 录制 video 的时候我是可以剪接，但是这个是 live 啊，那个 live 我没有办法剪接，所以就赤裸裸的看到我的举动啊那些。还好我今天没有骂你。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是我只能说因为还有人比我更强的，因为很少人会讲自己是最强的吧。好像比如说那个生食配方，就是说就是给狗狗吃 buff 的这个东西啦，这个 buff 在市面上如果你去了解的话，可能很多商店都有卖那个宠物的鲜食，就是给狗狗吃鲜肉。到底狗狗吃那个鲜肉有什么功效呢？对狗狗什么好处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这样多，只能说每个都有不同的好处。我的肉饼大概是这样子啦，成型了啦，所以现在我要移过去了啦，我必须要把镜头移过来这里，但是我先要洗手先，我会闪一闪一下下，等我一分钟。是我刚刚我准备了这个平底锅，这个就是平底锅了。我先拿去预热它先。刚刚我忘记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可以用椰油，这个椰油。那其实除了椰油之外呢，你可以选择用，但是也不要开太大火啦，你可以开中火这样子。OK， 帮我看一下这个椰油。这个椰油，其实椰油对狗狗，为什么椰油对狗狗什么好处呢？因为其实这个椰油对狗狗来说，它比较容易吸收，它肠胃比较容易吸收，所以我们都选用了比较好的油。除了椰油，你可以选择 olive 那个橄榄油都是 OK 的，橄榄油都是没有问题。那因为整罐嘛，我已经习惯了把就是把它倒在这里，所以先把这个油就适量就好了，就是你把油你可以这样子适量就好了。用开大火，你可以开小火就 OK。到什么程度？大概到它听到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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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OK 了。其实做我的邻居有一点受苦，因为整天呢我会煮很多东西，一直飘飘飘，味道飘出去这样。太热。太热，刚也开大火了。我先离火先。应该一开始开大火了，大概就是你的平底锅给它都找有就是有平均的油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呢，现在我要开始煎我的肉饼。哇哇哦！我先做一个就好，我先煎一个就好了，我不要煎两个。这个就是我们的 burger 啦，今天我要做汉堡。排饭，很多人讲那个狗狗啊，只是狗狗这样子吃下去，他都不懂什么。其实狗狗真的是懂的。你是想要吃的美美的吗？对不对？这样子我拖了很大个，
你在我这里就好了。啊，其实我的人是比较爱开玩笑，啊，稍微旁边那些油稍微沾一沾，嗯，像外面的 Ramly Burger 这样子咯，那么这个肉饼，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大概翻一下，嗯，看了是很好吃嘞，听到别别别，看来。大概这样子煎，大概是用两分钟吧，两分钟前后这样子翻来翻去就 OK 了。哎，有点裂掉，不可以一直压它了。可不可以加 mayonnaise？不可以啊，狗狗不可以吃 mayonnaise。其实狗狗，等一下我会 教大家教一些配料，就是哦，很多人说可以把它放上网。其实狗狗哦，它是我们多大汗，其实狗狗是不能吃很多的调味料，狗狗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好像我们人可能吃一些盐啊，一些可能胡椒粉那些，其实狗狗是不需要的，狗狗的食物是不需要调味料。可以看到我这里。其实大概都差不多成型了啦，嗯，那今天我只是加一个啦，因为时间有限的，然后所以我只能示范一个，所以我不能做太多个，其他的过后我再慢慢炸。那等一下我再教大家怎样去摆盘。我昨天好不容易摆了一个厨师级的摆盘法，我的朋友都大赞，非常好。怎么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牙签擦，轻轻的擦下去啊，你看它如果是没有粘的就 OK 的，没有红红血都没有 OK。 好，是可以，我在，因为你可以稍微自己控制自己的那个火候，因为我想让我的狗狗吃得比较有嚼一点点。你看哪，你看整个光泽，整个亮泽，那些全部在里面的。哦，有一些人讲哦，其实狗狗如果不吃狗粮的话怎么办呢 ？OK， 如果是我的话，那我狗狗不吃狗粮的话，其实市面上有一些就是让狗狗可以挑，针对狗狗挑食有它的作用的，比如说加一些零小零食，因为最近很多大家要提倡健康嘛，大市面上都有出现了很多，比如说那种 handmade 啊 homemade 的 handmade 的一些手工零食，那手工零食他们有一些就是肉粉，你可以加一点点肉粉是在它的那个狗饼上，它就会让它 增加的食欲。OK， 你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就 OK 了啦。他们已经熟了，刚才因为我用那个竹签已经擦了，已经熟了。所以我就可以离锅，剩了等下我过后再炸了，因为没时间，我没时间。你看，是很漂亮哎。那今天呢，因为为了摆盘的关系，为了摆盘，所以，我就稍微做一些比较好看的东西。这个等下我过后再捏了，因为没时间了。请问现在几点？帮我看一下，看那个水晶。11:40。11:44 Oh my god！ 还有五分钟时间，你给我点时间，我就快完成了。OK， 首先吃得有仪式感，应该要怎样呢？当然就是一个美美的盘哦，真的，这样给狗狗吃是对的。给我一张美美的底数可以吗？因为今天我狗狗它，哎，有点肮脏的这个，帮我洗一下。我昨天我的狗狗它很棒，所以今天我就要奖励它。OK， 那这个饭呢，我先要讲这个饭的部分了。这个 OK， 饭呢你可以选择用白米或者是糙米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两种米都是 OK。但是有人问我，白米比较好还是糙米比较好？嗯 ，OK， 这样我讲我自己我所选择的，我所选择的是用糙米。因为糙米它的矿物质比较高，
然后它的糖分也比较少，很多减肥的人都在吃糙米吧。所以呢，我对我的选择来说，我会选择糙，我的选择就是给狗狗吃糙米。那今天这个，因为这现在限行令的时间，我没有办法买糙米，所以我糙米吃完了，所以我今天我煮了白米，但是还是掺了一点点糙米在里面。再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很多狗狗不爱喝水，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如果它的它长期时间没有喝水的话，它的肾脏它的会有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喝水的关系。人也是要我们要常喝水。如何让狗狗可以就是帮助它喝排尿多一点点呢？这个秘诀就是你煮饭的时候，你煮那个饭的时候，你放那个 barley 那个薏米放去一起煮，那个薏米有利尿的功效。所以放去煮这个就是有帮助到狗狗，它会排尿多一点点。那今天的这个饭我已经煮好了，早上我已经煮好了，我没有办法教大家煮饭了。OK， 首先呢，我先将我的，帮我拍一拍这里好不好？我先将我的 burger 放在这里，然后这个效果我都是需要。我需要好看一点点，对不对？我将我的饭 ，OK， 其实这个有两种，我先做好这个先，大家讲一讲 ，OK 啦，放这个饭在这里，等一下先哦，OK， 有一点不扎实，其实只是一个模板啦，你们任何一个模都可以。做的这个 ，OK， 只是一个膜，稍微用手捏，我的手有洗手吗？还是有了啦。你看，开始松掉了，其实是 OK 的，没有，这只是一个装饰而已。然后我跟大家讲的，其实你们可以选择一些配料下去，这三个配料都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拍这里一下。OK， 这个就是三文鱼啦。我们不能吃酱油啊。其实三文鱼对狗狗有 omega 3的功效，我选择了这个蛮不错的这个三文鱼。他听说他的三文鱼都是从他的鱼油是从冰岛里面那边提炼回来的。我们可以稍微挤一点点两磅下去，你看整个光泽比较油，所以我们先可以啊，是比较好看，还可以吃到那个三文鱼了。那这个呢？这个就是西加火啦，这个是私家货。什么叫西加火？这个就是什么来的？这个白白的，这个就是蛋壳粉。这是我自己做的蛋壳粉。蛋壳粉是有帮助它补钙的功效。我可以稍微撒一点点在上面，它就补到它的钙质了。那蛋壳粉怎样做呢？哈哈，下一次我再教大家做。OK， 当然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刚才那个。白萝卜刚才我跟你讲的其实只是一个点缀的功效而已，所以我会加一点点在我的摆盘上。 OK， 一点点就好了，其他的自己吃啦，还是可以吃的。然后我又再加一些这个是 parsley 中文叫什么我就不懂了，这个 parsley 是西餐是有的，这个是有帮助狗狗的抵抗力，我会加一点在我的饭那边，感觉好像海苔这样子，看帮我拍一下海苔。哦，我要这样子，这里做到死的pattern很多。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这个 OK， 这个我是常常给我狗狗吃的，这个就是维他命，这个维他命，我不是在打广告啊，但是我觉得不错啦。然后其实这个我平时都会挤，但是今天为了那个装饰，我就稍微挤。你现在是迫不及待了是吗？等一下，我就快好了。OK， 好啦，挤了过后，我们稍微摆盘一下，来回到我这个镜头上，稍微摆盘一下，就是到这里，稍微这样子啦。哇哦，等一下它这整盘就凉干干净净了。
好啦，其实呢，这个摆盘，因为我这样子摆盘，是因为今天有拍摄，所以使用。其实今天就是这个汉堡排饭，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饭团捏成这个汉堡的。另外一种做法是捏成这个汉堡的那个 size， 上下叠，就是中间可以夹着。但是今天因为我为了摆盘，所以我就做这个汉堡排饭这样的一个东西啦，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看，这样子都比较 OK。那如果你在家的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刚才我跟你讲，就是 burger 这样子，他们都可以吃得到。现在是几点了？应该是时间差不多了吧，都没有了吧？差不多五十分了。五十分了。OK 啦，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太多的互动，因为我又要讲，又要做，又要移位，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感谢爱生活新手报这个爱生活 Live Host， 就是邀请我做跟大家分享这个从你看开始吃了，你看，你要吗？有吗？有吗？Wait， let me give you。所以很感谢这个感谢他们邀请我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如果你狗狗就像我们的家人那样啊，你必须要给他最好的。那有的他们不是，这是一个狗，不是一个工具，他是你的家人，那你必须要去爱护他，然后跟他一起生活。OK，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更多不同的，比如说美食的话，你可以看看，上网可以找找看这本书是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是我推荐的，除了我教导大家做这个东西之外，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食谱可以参考的，或者是你上网找一找都是 OK 的。记得准备每个食材的时候都必须要慎重的选对食材，那些狗狗可以吃的你才可以拿来使用，不可以选一些他们不能吃的咖喱或者是洋葱都不可以。时间到了尾声了，谢谢你想过我今天让陪了我这个五十分钟来看我做这个过程，但是我可能是没有看到你们的样子看留言，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对着那个镜头讲的五十分钟也是很不错，我觉得是很棒。好了，希望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间，大家就乖乖的待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在家待在家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所以希望疫情赶快过，然后我们也可以疫情过了过后，我们也可以到以后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了。好了，拜拜。